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林古巴，我今天为大家带来《天堂圣域》，今天就要把《天堂圣域》玩完喽。我已经拿到这把剑，我先告诉这把剑怎么拿好了。在温泉那边呢、啊，就是在什么那个岛什么，这个 bug 还是在，这个 bug 我解除不了。好，这把剑呢是在地狱。这把剑在那个烈焰山的时候，你往旁边走有个瀑布，你看一看，有个火把的地方，有个木门进去，就会有药水，会有这个，还有就是这些的交换物品。这个需要一个地狱之心，那个地狱之心是在那个火山上面就拿到。至于这个就是要那个撒旦之药。炸弹机要还有一些再打吧。好，今天就要把王干掉。我先从这个药水开始喝。哈哈哈！神，我有最强的神器，我不相信杀不死你了。对哦，还有一个帽子需要，那个帽子我并没有想换。第二位准备，又不能说了。打他！一万滴血算什么？再喝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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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有16秒，扁他！好，没效果。接着要把传奇之药喝了去，10分钟的力量。传奇之药喝啊！喝啊！干落去啊！干落去！打头！打头！扁他！扁他！
好烂的一把剑哦！哎，不对，他胸甲嘞？我比较想要看他胸甲哎，没有掉。好，打完王之后我要开。Ending。你打败天气之后也回到自己的家，但任何许多女孩、新组织，他们这次才知道有多强大，更想不到你的家已经被勇者讨伐，地狱庄园已经成为一个大战场，一开始最终让亡灵庄园。结束了，天地之剑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我玩了超久的，因为要重新调整东西啊。玩了够久，反正是现在是这个跳跃模式啊，等到作者把 bug 用掉再谈吧。等到作者把 bug 用掉，OK， 那我们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所有的一切结束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《天堂生育全》系列就到这边结束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。哎，不对，没有下集，我们下个系列再见喽。拜拜。